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今天呢，我们来教葡萄，好画怎么画葡萄。我们的葡萄呢，是长在，就是不是摘下来的葡萄啊，就是生长正在生长中的葡萄。这个绿叶子呢，葡萄的叶子呢，像掌状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用稍微大一点的笔来画。好，先调。绿色，浅绿色，然后再加深一点的蓝色，好，然后还要再加墨，这样它才会深。那我们现在画葡萄叶怎么画呢？跟那个叶子一样，可是葡萄叶呢，它比较大，中间比较，我们中间呢比较深色，所以呢，我们第一笔也是一样，这样拉下来，这是第一笔。好，第二笔呢，你这样拉下来到这里呢，然后手转过来，从这边拉上去，这是第一片。好，这中间是深的在一起。好，这是第一笔，这第一笔是这样拉下来，第二笔呢转笔上去，这第二笔。好，那第三呢，你看这也是一样，拉下来，转过来，二，三呢，要在这边压下去，重叠，从这边压下去，重叠，这样转过来，三，四，好，这样，三，四。现在呢，再看一下这个一，拉下来，二，三，记得，因为它那个葡萄叶是掌状的，中间都好，四，五呢，你可以从这边出五，这样压下去五，从这边这样五，六呢，六我再画另外一个好了，大家才看得清楚。好，一、二，记得深色要在中间。三、四、五，这在中间。六，六就记得那个笔呢，要在这里。六，第六笔。好，现在在一起啊，看看啊，一、二、三、四、五、六，那七呢？我们就这样一个，这样就好了。七、八，所以这就是一个掌状。好，我们再一次，再等等，我们这笔画完，我们就一起画，画完就画叶脉一。好，这就是一个掌状，好，这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呢，画叶脉呢？叶脉呢，它的叶脉呢不转弯，像这个很深，我们就不理它了，直直的下来。然后它呢，一定要往这中间，这个也是在中间。这个就是叶子。那你可以把它方向放到别的地方都可以。好，这是一种叶子。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subscribe over here. 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那我们教叶子。好，叶子呢，我们今天呢再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接着教葡萄。好，那叶子呢，记得
一，深色在中间，二，三，四，五，六，七，八，好，这叶子，好，叶子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颜色。子复习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来看画葡萄。葡萄我们就用小羊好，小笔好，就用这个绿色的，就画叶子的那个绿色，可是要比较干净一点的绿色。绿色完了以后呢，我们推笔尖推白粉，推一下就好了。那葡萄我们怎么画呢？我先分解一颗葡萄，好，就一颗一颗的，一颗葡萄呢，你笔尖的就这样转笔。转一，另外一个呢，从上面转二，这就是一颗葡萄。好，再一次，一、一、二，转过来。好，我再画一次来，一，好，一，你看有白粉，因为葡萄本来都有。白白的粉嘛，我们去买葡萄的时候就看到二，这白粉在中间，好，这就是第二笔，第一笔这样，第二笔呢就是这样，这样转回来，好，然后两个连在一起，第一笔，第二笔，就这样转，来变成这样，好，这只要这两笔就够了，好，现在我整串葡萄怎么一串要从哪里画呢？从下面往上画，好，那一串的葡萄，你看，一、二，好，粉在那边，然后呢，你可以从在上面一点，一、不要粘在一起也可以，尽量不要碰到。如果它一半的葡萄呢，你可以从这边。这你自己设计，办，这样就好了，好。可以从这边，这葡萄呢就有点粉，然后我们这如果直线的话呢，你就要从这旁边给它一半进来。你可以设计，你也可以这边来一个一半的，你自己看看那个葡萄呢是什么，你可以画大串小串，你都可以自己画，自己设计。就是说，不要一串太全部集在一起。这葡萄我们这样算可以完成了。那葡萄呢？它有那个蒂头，我们就你看，现在这葡萄一串了，那你如果说有留白，没碰到没关系，它是光线，好，这就这边点一个。那这个呢，你不要全部点在中间，你可以点在下面，这个可以在中间。这点好的时候呢，在空隙的地方呢，你就加汁，只要有空就加，不要太多，一定要往中间去。像这样，这一串葡萄就下来了。那你可以自己设计要在哪里，比如说这个你可以一半，你也可以一半在这边，像这样的，然后你就点一下，点一下，这说不定呢就是粘在枝上面了，好，这就是一串葡萄，好，这是我们普通练习纸。
那现在呢，葡萄画完了呢，那我就跟各位讲，葡萄怎么放在叶子下面？好，一串葡萄怎么放在叶子下面？像这个，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想要从这边一串，那我们就看准了，从哪里开始？像这个呢，我们就这样一半，它一半在叶子后面。像这个呢，我们可以在叶子后面来一个，这个可以。你看这边的叶子后面也可以来半个，这样的话呢，看起来这葡萄就。接着呢，我们就点这个，我们这个像这一边，看到有空隙，就给它加上去，大一点的你就多一点。这是葡萄一串就出来了，好，那这个呢，叶子就在这，刚才我们练习的。好，这一串葡萄就出来了。好，那你可以一串一串画很多，好，都长在上面。那接着呢，它的那个。枝呢，那就这个就知道了，枝就看怎么长，那它有须须，葡萄很多须，那记得葡萄的这个须须呢，怎么画呢？一定要，比如说这个这一根枝下来，你要它有点缠到，你看虚虚实实，然后。好，这是在那个枝上面的。好，有的没有呢，你也可以从外面进来，这样也可以。好，你如果从这边的，你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从这边的呢，你也是从左边，这样。好，这就是葡萄一串。好，这样看起来也就是很简单，可是就长得很实际，在土里长出来的葡萄。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连贯葡萄。还有须须也会画了这，那我们等等就直接在宣纸上面呢画一张画。好，那今天我们葡萄就这两堂课就把葡萄叶教完了，这是绿色葡萄。那下一次呢，我们再教一点点紫色的葡萄，红色的葡萄。好，那今天就教到这边。好，谢谢，下一次见。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subscribe over here. Hello, my friends. Welcome back to our channel.
Thanks for watching. If you like our video, please subscribe over here.